那个叫贺凡的信息已经查到了，他是游戏经济学领域的专家，之前一直在美国顶级游戏公司 C 阶做顾问，最近刚回国，就有很多的游戏大厂都在挖他。 他的信息和秦婉有交集吗？我托朋友查了一下他移民前的户籍资料，他跟秦总在同一所中学上过学，之前也一直是秦总的邻居，直到高中随家里移民到美国。这么巧，刚回国就出现在秦婉的梦里。查一下，都哪些公司在挖他？交代下去。